天下無敵，祝福座座各位個個都好身體，顯眼夠使，一年到晚都唔使俾天醫生睇，左右都有個靚女仔。祝大家食好著好，出入吉普，一定要做到啊！光宗耀祖，你好我好，一定要記得老豆老母啊！退休嗰陣都要揸住幾個儲蓄寶，嗱呢句就最實際最啱聽啦。仲有啊，做人啦、啊，一定要有細個心。第一呢，就是要有良心；第二呢，學嘢呢要有上進心；第三，對成功有決心；第四，自己要得人心，係咪？呢句最啱聽啦。講得啱嘅就俾到掌聲。仲有啊，出嚟做人啊，只要有六德，就是呢，食得、瞓得、有飛機坐得、有車搭得、講起記得、有路走得，仲有一樣最重要嘅就是唔使講嘅都得，冇俾個靚女你得唔得啊？唔使講嘢，最緊要食嘢，係啊，出嚟做人呢，只要互相尊重，大家都有用。你是龙啊，我是凤，单一方面起不到作用啊，是啊，不是废物利用啊，大家都有用啊，是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先，啊，你好我好，光宗耀祖，一定要记得老豆老母啊， OK， 是这样先，拜拜。